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大鱼食堂。今天是情人节，大家都收到花了吗？没有的话，不妨跟我一样，给自己做一朵能吃的白玫瑰吧。白萝卜，洗净去皮，切一段就够了。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。加一勺盐，拌匀，放半小时，让萝卜出水。准备一份糖醋汁，我用了两勺糖，三勺米醋。半小时后，萝卜出了很多水，把萝卜片捞出来放在糖醋汁里。放冰箱冷藏过夜。第二天萝卜片已经泡软了，把它一圈一圈排起来，就是一朵美丽的白玫瑰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感谢收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我是大鱼，我们下期再见。